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关注中国时事政治的人应该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习近平在2013年开启自己执掌中国第一任期的时候还算比较亲民和谐，虽然都知道这是伪装出来的形象，无论是庆丰包子铺吃包子，还是与王岐山搞反腐败抓贪官，苍蝇老虎一起打，那时候的中国民意普遍对习近平的印象不错，虽然这在极大程度上也是受了胞弟的蒙骗，但是与当下胞弟的摊牌和不装的相比，第一任期的习近平刚刚上任，还是在中共原本胡温时代的政治遗产中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习近平的第一任期的伪装，直至今天的完全开挂，以及我们从事后分析来看，习近平一直秉持的治国理政之术，就是商君书的育民武术，也是胞弟治国的小本本。我看看我准备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我们可以从当下习近平这几年干的大事说起，全国被搞得乌烟瘴气，比如在非洲大撒币，搞了一堆假好友，千年大计雄安虎头蛇尾，投了一堆钱搞政绩工程，车站建的巨大，寥寥无几的乘客，什么企业大学都是假装过去，在北京搞所谓的北京交易所，纯属自娱自乐，一带一路钱投了一堆狗屁收益，别的国家随时反水，打击互联网，打击教育，几百万人被搞下岗，打压私企，捧国企，把资源都流向国企，搞一堆什么半导体基金，最后都是虚假项目，钱都被瓜分了，把半导体项目个大佬抓了，民企养活了大部分中国人，反而没收入躺平了，利于防疫，严重破坏法治，越来越人治了，也不讲什么科学了，各种债务不收手，居民负债 70%， 老百姓没钱，14亿人消费不如3亿美国人，养老医保也没钱，以后中国人从出生就得背上一辈子债务了，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转嫁老百姓头上，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盘。可以说习近平厉害的地方在于，在能出错的地方必然出错，在已出错的地方必然最大程度出错，而且他的出错是全方位的，金融、经济、军事、外交、司法制度、地方管理、民族统治、传媒、社会流动性、教育、医疗、人口政策，不论是生育还是老人政策，当说上这些关键词时，各位自然就能脑补出一大堆失败政策。胞弟近平，政策措施推出一项失败一项，而且每项都是亲自指挥、亲自决定。再加上习近平将好牌打烂的能力也是一等一。在他刚上台时，可谓国际社会对中共最友善的时期。还记得中英当时是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吗？英女皇亲自接见他，虽然后来得出的结论是习近平是个傲慢无礼的人。特朗普更多次说习是最好的朋友。习一概不理，就喜欢蛮干到底，一副老子就是威武的模样。也让他逐渐感受到一种东升西降的错觉。坦率地说，习近平是典型的自干武，他的第一任期和很多人预期的差不多，毫无动静，也没什么大动作。整整五年，抓了几个军委副主席震慑江派势力，随后他打造一种现代民主国家领袖的形象。回看历史，中国、中共从没有搞出什么好事情，改革开放不过是弥补毛泽东犯下的文革错误，被中共后来的统治者暴吹了40年。可是大家难道没有注意过改革开放的社会状态，不就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吗？也就是说，中共没见证之前就是这样。习近平这个人是典型的不懂中国国情和政治的人，他把中国当发达的民主国家来发号施令，细微关键的事从来不管不问，就专搞表面的东西。可是这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或许哪个中国人上去了都一样，中国古代的皇帝也是把中国当发达国家来处理，随便安插人员，靠人的良心来执政，反正官员又不需要问责，违法犯罪遍地都是，大多数人在不满，只要触及不了中央，几百年都可以混下来。人一旦有了绝对权力，就会放大很多错误，而且人越老会变得更偏执和固执。或许习总书记还沉寂在人民对他反腐的赞赏，因为在中共的体制和逻辑中，下面的人肯定是报喜不报忧，高层的内参，在习近平的第二任期之后，审查制度也越来越严格，
能够让最高领导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有人在操控。从这种角度，习近平也在信息茧房中走不出那个楚门的世界。而在习近平治国的小本本中，商君书的愚民武术似乎成为了他的执政逻辑。大家细想想，愚民就是统一思想，弱民就是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疲民就是为民巡视，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所知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秦王朝干的不就是现在胞弟干的事吗？秦王朝二世而亡，胞弟要多久完蛋呢？胞弟执政这十年可以说是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财富上当二世祖，有足够的财富供他挥霍，所以可以超出国力去养维稳队伍，可以去海外大撒币争取支持，可以去渗透西方政治体系给自己争取空间。但是家底已经耗尽了，中国又不是伊朗这种资源大国可以买资源续命，又不是朝鲜这种弹丸小国可以靠大陆输血养活，中国也没有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信仰作为核心凝聚人心，有的只有党国培养多年的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维毫无凝聚力，倒是培养内鬼反贼两面派的温床。这种局面下，胞弟的政权还能稳定多久？未来已经没有财富供包子挥霍了，而未来维稳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军队要养，航母要养，维稳队伍要养，大量的基层干部、公务员、编外人员要养，还有大量的民间特务、小粉红也要养。最终，大陆必然成为当年秦王朝一样的局面，一个依靠特务和暴力机关维系的社会。纵观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政权能够长期稳定的。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几千年不是都这样过来了吗？明清两代都是几百年的国运，不是一样依靠特务统治和暴力机关维系下来了吗？但是我要说，明清两代维系有两个大的前提，一个是儒家思想起到了类似伊斯兰教的作用，让大家宁死不造反，本来马列主义也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后那么折腾也没崩的原因，但是现在胞弟显然已经把马列主义抛弃了。另一个是明清两代不光靠暴政文字狱，还有经济建设成就作为基础。明代中后期的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经济的出现，有清明上河图、金瓶梅为证，资本主义萌芽，清代人口大爆炸，大幅度解决民生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反清复明始终不成气候。可以说，国家政权的基础首先是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国家必然会崩溃灭亡，要么是自己养活自己，例如明清，要么是卖资源或者靠输血，伊朗朝鲜，否则没有不崩溃的。其次是文化基础，要有宗教来凝聚人心，比如中东国家，没有这个，这个国家就是二五仔的天下。但是反观习胞弟治理下的中国，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没法关起门来养活自己，也没法用核心价值观来凝聚人心，让大家跟你一起吃苦，习包子靠什么维稳呢？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转发、订阅本频道，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